上周国内各大品牌同源走势回顾，第三十枚，湖南省造当十皇同源飞龙裸臂未品级，成交价506元。第二十九枚，甘肃省双旗二十五 PCGS 品级 VF 三十五，成交价638元。第二十八枚，四川大紫大花星梅山自龙PCGS 品级 VF 四十，成交价814元。第二十七枚，湖北省找在虚外头上有面 PCGS 品级 VF 九十八，成交价902元。第二十六枚，步步二十文定全 PCGS 品级 VF 三十五，成交价1155元。第二十五枚，吉林省造中花当十户冷。PCGS 品级 VF 三十五，成交价1485元。第二十四枚，民国十五年川花五十文裸臂未品级，成交价1980元。第二十三枚，河南小阳太极云龙无火焰 PCGS 品级 RU 五十，成交价1980元。第二十二枚，广东石纹小飞絮飞龙 GBC 品级 XF 四十，成交价2640元。第二十一枚，四川省二十文大火焰飞龙 PCGS 品级 XF 四十五，成交价2860元。第二十枚，中华苏 AI 五分连导裸臂未品级，成交价2860元。第十九枚，湖北省六瓣花珠圈水 GBC 品级 XF 四十，成交价3080元。第十八枚，湖北省八万花阳顶特大龙 PCGS 品级 XF 四十五，成交价3080元。第十七枚，大清铜币穿滇石纹 PCGS 品级 MS 六十二 BN，成交价3520元。第十六枚，奉天机器曲子当时 PCGS 品级 XF 四十 BN，成交价3520元。第十五枚，大清铜币中心额二十万 GBC 品级 XF 零幺，成交价3960元。第十四枚，新疆通宝二十万中性版裸臂未品级，成交价4510元。第十三枚，福建官局二十文桌客版 GBC 评级 RU 五十五，成交价6820元。第十二枚，大清铜币中心米尔文黄铜 PCGS 评级 MS 六十五，成交价7040元。第十一枚，山东大棉花下开口云飞龙 PCGS 评级 RU 五十五，成交价9460元。第十枚，1934年川陕苏 VI 五百门 PCGS 品级 XF 四十，成交价10780元。第九枚，大清铜币丙午中心尺五寸 PCGS 品级 MS 六十四 RB， 成交价11000元。第八枚，四川马兰币回首马背石树兰 PCGS 品级 XF 四十，成交价11550元。第七枚，大清铜币轩三十文 PCGS 品级 MS 六十四 RB， 成交价12650元。第六枚，四川省二十文山字龙裸臂未品级，成交价18700元。第五枚，新疆喀造物尘出头明贝人 PCGS 品级 RU 五十五，成交价26400元。第四枚，光趣元宝宝五机制方孔还原PCGS 评级 SP 六十一，成交价34100元。第三枚，四川马兰币党徽二十枚 PCGS 评级 RU 五十 BN， 成交价64900元。第二枚，江南上一次河面河背 PCGS 评级 MS 六十四 BN， 成交价264000元。第一枚，户户一文面背二文龙样板PCGS 评级 SP 六十三 RB， 成交价34400元。